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就不相信佛教。啊，在台湾，年轻的时候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。啊，承蒙他非常爱护。啊，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我记得好像是分五个单元。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我当时就很困惑，我说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呢，社会一般大众公认，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创造宇宙主宰神只有一个。那佛教是多神教，啊，到寺庙里看那个佛像太多了，我们那时候不知道，啊，认为是泛神教、多神教，这在宗教叫低级宗教，啊，什么都拜，啊，迷信当中的迷信，他怎么会有这些？老师告诉我。你还年轻呢，你不知道啊。啊，他说释迦牟尼，他没有说佛，是释迦牟尼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是从来没听说过。那我们学哲学找这些人呢，他大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！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学了这个单元啊，把从前对于佛法的误会澄清了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，老师。有一堂课里头特别告诉我，佛经哲学不在寺庙，不是在哪里？在经典。啊，为什么不在寺庙？他告诉我，200年前的佛教的寺院庵堂里面出家人。有道德，有学问，啊，真的是哲学家，啊，你去找他会得到智慧。对，现在出家人他们不学了，你问他们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有念经，没有去研究经典，啊，所以。你到寺庙去找经典看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佛教的经书一般市面都买不到，只有寺庙里头有收藏，所以很多的经典我们想要还得去抄写。啊，假日到寺庙去抄经。啊，不像现在了，现在即印刷术发达，啊，经典普遍流通，啊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桩喜事，啊，价廉物美，可是一定要认真学习，啊，不认真学习，等于你没有学过。
在我们那个时代，讲经的人很稀少，啊，天天讲经的没有啊，啊，只有几家佛学院。佛学院我也去教过，我对他很了解。那么能学到东西，可以学的一些佛学常识。啊，甚深的义理没有涉及到。啊，怎样修行也没有学到。啊，这就造成真正想修学了。有一定的困难，啊，那我总算是很幸运，啊，在真正明了认识了，对他起信心、起念、向往的心了，这个时候我遇到张家大师，啊，这个人也很了不起，啊，对我们这个年轻人很爱护，像方东梅先生一样。每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时间，所以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我这一个星期看的这些书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记录起来向他请教，他跟我解释。啊，我跟他三年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。啊，他圆寂之后，又过了一年，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这是一个通宗通教、显密圆融的大德。我跟他十年。啊，我跟他那一年，他七十岁。啊，我跟他的时代是他七十到八十。善知识难遇啊！我对老师感恩戴德。如果要不是遇到这三个老师，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，就不会有成就。啊，方先生是启蒙，不是方先生。谁劝我搞宗教，我都不会接受。啊，《哲学概论》里头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法。这可以接受了。啊，以后在李老师麾下的十年，啊，才把自己修行，啊，就是观经后面所说的读诵大乘劝经行者，啊，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所以我第一本佛书他送给我看，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他说你要学佛，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会走错路。啊，会走偏的，会走邪的。啊，读了这个之后才完全明了。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？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人。啊，要用中国人来说呢，他是圣人，他是仙人。所以才真正晓得，他跟宗教不一样。啊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他已经变成宗教了，
这是后人的事情，不是佛法的本质。佛法的本质不是宗教。啊，就像方东美先生说的。啊，他告诉我佛教是无神论。啊，他这个话讲的很多，著作里都常提到。啊，但是佛教与神不相干。佛没有说这个宇宙是神造的。宇宙从哪里来？是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有心想生的。这个跟现在量子力学家所说的非常接近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量子力学不断在发展，现在年轻人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很多，会被他们发现。啊，物质现象的谜揭穿了，将来念起心动念这个谜也会揭穿。啊，完全印证大乘经典所说的宇宙的奥秘。啊，那么佛教是科学。为什么是科学？佛教讲求实证。你要没有证明不算是你的。啊，佛教讲开悟。没有证的这个悟叫解悟。你是从佛经的经典上来。啊，别人讲给你听的，你知道了，这不能算自己，怎么算？亲证，那算自己。亲证是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那是你自己的，那不是别人。啊，你所证得的，跟佛所讲的一定完全相同。那么佛讲的这些经是做什么用处？印证。哎，看看佛讲的跟我证的是不是一样？啊，作为证明。啊，没有祖师大德给你做证明的时候，经典作证。啊，经典在你看起来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这是科学精神的，科学是最重要的，就拿证据来。啊，佛经是给你做证明的。啊，所以在没有证得的时候，它的作用是启蒙，是引导。你要真干。啊，真干真证得的时候，再翻开经典，它给你做证明。啊，果然是一样，那就不是假的。啊，极乐世界能真实。啊，什么时候？清净心现前的时候，跟佛起感应。啊，感应的时候，你会见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跟经上讲的一样。啊，那么这就是科学。